可恶可恶，这群万恶的僵尸竟然又把我给吵醒了。今天我就代表光之力量消灭你们这群僵尸们。不过说实话，这天空上的云朵真的好好看呢。好了，来到这里我们发现一个小兵，走，我们上前问一问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酷了，僵尸们落跑了，但是我的耳朵回荡着令人作呕的旋律。呵呵，我想那作呕的旋律肯定就是僵尸们的吵闹声啊。好的，接下来交给我吧，让这群作呕的僵尸们见识我蘑菇的真正实力吧。好了，这里发现战斗了，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，我就站在这里远程射击就行了。漂亮，击中一个电视头僵尸，这是一个好的开端。那么接下来甩出一个一技能之后，哦，好家伙，再次击中一个电视头僵尸，看来你们雕钩我的精准度还是可以的啊。好家伙，来到这里遇到了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，这家伙有点凶残，把我的电线杆就会打断了。好了，这里跳起来。嘿，我说僵尸大哥，你不要这样射我嘛，你真的是逼我使用我的大招了。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光之力量吧，奥义分身斩杀。哎呀，这感觉透心凉，心飞扬啊，我看你还皮不皮。嘿，我说路障僵尸、普通僵尸，咱们好久不见。大哥，饶我吧！哎呦，我打死你龟油子！咬死你！大哥！哎，大哥，你别摘我的帽子！哎，大哥！咱们用最友好的方式，直接和路障僵尸、普通僵尸做了个 say goodbye。好了，这里有个交通僵尸，来三五两下就把他给解决了。好了，来，咱们继续前进。哎，前面发现一个全明星僵尸啊！哇，这大块头，这血量，甩个一技能过去。哎呦，这个打起来可能有点伤啊。这个家伙血量够厚，可能要打很久很久。没关系，我们使用一击秒杀的绝技吧。看我甩出一个一技能之后，哎，大哥，我那个全明星这个火力这么猛啊，他竟然用的是加特林，这火力我真的是扛不住啊。好了，再来直接秒他！哎呀，差一丢丢血，没事，坚持住。好，躲在这里，躲一会儿，看我们在这里能不能一击秒杀。哎，漂亮，直接击败全明星僵尸了。好了，击败全明星僵尸之后，我们肯定要过去把那个金币给捡到。来，直接一个加速，准备冲过去了。哎呦，这些僵尸直接从我面前经过，要捡这个金币可能冒着很大的风险呢。好，来，我们躲在这里面。看看僵尸有多少，好，直接开射。哦呦呦，这个火力有点猛啊！这个电视台僵尸，你一个家伙真的是扯得很，跑到我这里来。好，加速跑到这里来，躲着。然后我们再开始出去扫射僵尸，寻找。哎，过来了，这个电视台，哎，漂亮，直接把它给击杀了。好，然后来到这里，看看这群僵尸有多少呗。我去，好像又发现一个全明星僵尸。啊，不过这个血量打起来还是有点感觉的哈。来，我们直接靠近再来打他。哎，漂亮，我们躲着就行了啥，你这个加速有点凶残，我们加速到这里来再来打，躲在这个轮胎后面，我们再跳起打。哎，跳打。哎，你打我啊，全明星僵尸，打得到不嘛？打不到我给我再跳打。这时候这个全明星已经被我逼急了，直接对着我扫射，可惜打不到我。来，我们再跳打。哦，好家伙，最后一个跳打直接击败了个全明星僵尸啊。好，一个加速来到这里，把金币给捡到。Hello， 摩托，当本僵尸兄。他还想来打我，但是在我的面前他根本打不过的，三五两枪就直接解决了，就是这样。跑啊 ，Nice， 最后一枪一击致命 ，Good。